成分局哈、哦，今日六时哦的时候接获苗栗县警局那一领的转报，那被害人哦连哦人跟车遭不明人士带走，那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那分析被害人车辆，那是确定是往南行驶，那交通小组同仁那即刻南下实施拦截围捕，那到台中市的时候，那遭遇对方车辆，那对方车辆前后来冲撞同仁的车辆。那我们警方逐开枪施发后，那歹徒迅速逃离现场。那后续本分局哦将再厘清相关的案情，以及积极逮捕归案。